大家好，我是安宁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赢自己比赢别人更重要》，作者潘晓婷。在美国打公开赛期间，和艾利森·费舍尔打的那场球，令我终生难忘。我曾经和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交过两次手。过往一胜一负的战绩，让我在比赛中得以轻装上阵。比赛进行的决赛盘8-8平时，局势对我来说是有利的，可我没把握好机会。再者，比赛主场在美国，美国人当然希望自己的选手能赢。所以，在我击关键一杆时，主办方突然广播通知。